那这个维度就是影响，受影响。但是你不这个维度你没事啊，你不知道的，免不了的，没办法的。车牌转转到一定时候，你该砸就砸吧。那有时候我们做的，它会影响到你这一块，但是很奇怪，就是实现。虽然是都是梦境，但是两个梦真的是互相牵连，你的在这个梦境里边的承受力了。哦，对。这边你波及过来了，你这边承受不了，灭了，这边的梦灭了，这边的梦境消失了。嗯。不同的时空呈现不同，很快的光影，这个光的转化，没我们想象的，因为我们太慢了，你知道，在光化光的世界里。我们一百年就是晃动一下没了，一百年啊，也其实，因为这真的是一些幻境，你进入其他维度，你对这个梦就越来越体验的就清晰。你也不是说你回到这个世界，你会很真实的珍惜每一份人与人的感情，珍惜。你不是说这是个梦，你就不珍惜，因为你也会知道这种慢慢的时间，你会享受这种慢镜头，你享受这种慢缓慢啊，就是大家流淌。流淌，一百年还没到，其实那个维度早就过去了，那这个维度还在流淌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贴身的体验到那种感觉，然后你就珍惜这个慢镜头，因为你可能知道他一百年死，肯定死了吧？嗯，在那个维度他已经一百年，你看到他已经死了嘛？那这个维度还在流，这个镜头老没过去，哎，你回来你就，哎，你希望做得更好一点，你希望。希望他在这个慢镜头里，你等于是从这个维度回，你等于是回到了他的过去嘛？像穿越，哎，就等于就像穿越，但是他那种穿越，我们是有一个穿越的渠道的方式，其实全是意念，就没有，走所有的东西渗透啊，谁都是用意念意识，都是用意念一动念头，他只不过是他动念头那个状态跟你不一样，你是在杂乱的状态下动念，所以你的念头没有力量，不能穿越。那如果你是安住在空性或者定的状态上动念的，你这个念就不灵。你如果在很定的状态上动念，那你移山倒海你都可以达成。如果在真空的真空，你就整个是身心正的真空，能量啊达到那么大的，你在那个状态上动念头就不一样，你就穿越了，因为时空就对你虚妄了。凡是跟你有缘的，你都可以穿越到各个地方。就像我看那个也看过那个《盗梦空间》，真的是拍得很好。我发现，看了很多的那种，虽然它是一个人力的想象，说我造一个梦境给你出来，但是我们是自己造梦境。他那个电影是说别人给他造梦境，但是我们在这个平行维度是自己用因果来造梦，自己来造梦。就是层层梦中梦啊，梦中梦就那么梦，每一层都没有特定的时空，不是有特定的时空，是你认为有，是你认为有时空，其实没有的，就是幻境不断的动，不断的幻化，而且你认为过去了，你认为这个时空这么在流，很缓慢的流，是个幻境，不断的重播而已。就是陈岗坐在我这刹那之间，就说你刹那之间他是这样的，他只是不断的重播了他那一刹那，他是在我面前不断的重播这个镜头，让我不断让我认为他还在这儿，其实他早就不在了，好意思，他早就不在我这儿，但是呢，因为我的意识的连绵不断，让他不断的在我面前重播，我知道他是个投影，就是不断的，就是如果你会穿越的话，你经常你真的会出现这种，但是你可以安住在人道，不要这样子去想，不要去这样子认为，但是如果你去这样子，你可以启动你这，我也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陈刚，比如看到他不断的只是我的意识的一个重播，他是不在这儿，是不是早就转，怎么转都行，在一念之间转几千个时空都是可以，就不断的很多时空都在转，很多世界都可以呈现在这儿，不需要你跑，不需要你东跑西跑的去穿越，哪有那么多，一念之间都在这儿，有点近似于我们手机点就点，全世界各地不需要你去跑，唰唰唰骑去过来，有点近似于这样，你的意念就是那点的那个东西，
刷刷刷美国中国什么的刷怼，刹那之间在一个屏幕上面呈现出来，那电脑不是啊，美国中国一个电脑一个屏幕上呈现各个国家各个维度，甚至都在头脑里一念之间呈现出来，你是可以看见的。但是这些东西说没用，就是你体验过就是体验过，你没体验过就是个哎呀，连故事也不是，就是闲话八卦，真的是八卦，就是大家乱聊嘛。但是我是体验过这些东西，就是我真的是就是，就有时候看着你的时候，看着大家就是坐在这就知道，就觉得就能够体验到它在不断的，是因为我意识的存在，它不在这儿，就能体验到那种它因为我的意识的连绵不断而存在，不是它在哪。而且所有对他的定义都是我认知出来的，否则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所有他包括他的相貌包括他的定位都是因为我的认知，他完整的时间空间他的定位男人女人什么全是因为我认知的，他才完整的呈现在我面前。所有这个房间所有的一切就是我的一个梦，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我而存在的，就是这就是一个休息，这不是，就是它是一个境界来的，就是你每个人的出现，不管你是骂我的恨我的夸我的什么，都是因为我定义的，我认为你这种先把你定义出来所有的东西，然后根据缘分根据很多因果各对就把你很多条件缘很多缘把你定义成了这样的。我也没有圆满的证得佛陀的境界，但是呢能体验一些东西，就是说佛说的那些界地啊境界，有时候能那种状态，就是你能够进入那种状态，你就是看人的时候或者你就是那种状态，就不是觉得很实有的那种，但是也不是说是哎呀这就是个梦，就像我们说人对它是个假的，不是很真实的。因为你有受嘛，你受还未空嘛，很真实的做着梦，但是因为你处在的那种意识层面的那种状态，慢慢的会让你不再执着于自我的任何角色，就把自己也慢慢看成个幻境。我一旦把陈稿看成幻境，那我就是幻境，我会把自己看成幻境，那你所有的角色所有的东西都会放下，所有的东西都不在意了。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你就会开始体验无一而必舍生意的境界，而不是说老师一而必舍生意是假的，那我哪个是真的，我在哪里啊，不是这样子去想，而是当你觉得自己如幻的时候，你就坐在这儿体验着无一而必舍生意的境界，不再执着不再分别真的假的，真的是真的假的，那我在人道，那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假的，那人那就是人与人的感情，没有其他，你认为真的就真的，你认为假的就假的，看你的评论了，是不是真的是什么样的假的是什么样，还不是你一堆概念，假的就是哎呀你骗我的，你今天对我好明天对我不好，所以你昨天那些也是假的反正一堆概念去认知嘛，是吧，或者是真的就是我要做啥你满足我所有的欲望，是不是，或者是你看我想叫你做啥你都不做，你还说喜欢我还要对我好，你还是我朋友呢，一点不够哥们不仗义，还不是你一堆概念，是不是，你说是假的假的，他跟你扯在一起干什么，是吧，假的是啥，就是我不能说人类有人类的游戏规则，你可以按人类的游戏规则下定义任何事情，没也不为错，人类总是有善恶的标准的嘛，那么否则这个时空的自然管理不太好搞唯独把这个时空总是要有一个框架，要有个道德底线，要有个善恶标准，要有个因果啊，很多东西还有按它的时空来定论，有个春夏秋冬时间东南西北，这样呢大家执着的时候好分别嘛，东南西北方向方位都是为了大家生存的需要嘛，有这些东西生存很方便很多，交流方便很多嘛，否则怎么交流，是吧，甚至弘法都需要依赖这些
框架跟条件来交流。嗯，但是你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你定出来的，哪有那些东西，都是人力约定，书城约定，大家统一定成这是白的哦。嗯，看过来，这是白色的，小朋友来了，一年级，白色黄色教的嘛。嗯，我们生生世世就这样教下来。那你真知道什么是白色？白色有色吗？红色还是有色？红色有色吗？白色有色吗？白色红色是教你的。然后你头脑里面生种下这些种子，白色红色，红色什么色？有色吗？都是一些便于交流的方便，本来是为了方便大家去搞的。你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需要一些文字，需要一些概念，需要一些方向感，需要方向，需要这样子，大家说我要告诉他你在哪里，我能够定位你嘛？为了定位的方便，定位你在某一个建筑旁边，包括姓名、男女、性别，都是为了方便交流、方便沟通，方便你认识自己，不迷了这不方便你随时把自己提起来放到这个地方，方便说这个东西是我的。这样一个东西是我，知道吧？这样一个东西是我的，这个一二比是这个，方便你把自己提着放在一个地方，否则别找陈岗呢，把他就扔出去了，是吧？他说我不用，我不要。那你不是陈岗，不是搞错了？但是最后大家认为这是真理，把它当成了真理，然后去信受奉行了，然后去纠结执着了，然后这些东西就本来是虚妄的一些东西，后来就然后很执着在里边一直争吵，但争吵已经是很低级的行为，甚至是说就因为他说红的他说白的来争吵，那就真的是太简单了。那更多的争吵来自于对于自己欲望啊喜气的碰撞嘛，对自我的碰撞嘛，其实这个自我也认错了，也是假定嘛，假定你是头，大家头在一块幕布上，假定你就是这样的，他就是那样，头来头错了，头成什么样？对人是没有趣。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行侠仗义，做任何事情，甚至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做得更完整更好。嗯，你不要去突破这个游戏，也不需要打破这个规东南西北。说老师说了，东南西北是假定的，我现在反了，南面变成北了，东南也不需要吧。真的是你按这个游戏规则，我们去做事的时候按这个游戏规则好好的做事，你把按照这个人道的游戏规则，合于人道，那就 OK 了，那也是合于道，合于中道。你把这个游戏规则按这个游戏规则办成了，比如一个公司去做事啊，那我要去赚钱或者什么，你只要按照游戏规则做正业嘛，我要把正道正业你去做成了，也赚了钱也怎么样去，那也叫，那就是那是合于道的。不是说你做事的时候我一切虚妄，我把它这样这样这样，那就反而不合于道了，就偏空了嘛。你不管在哪一个维度，你遵守那个维度的游戏规则去做事，那就是合于道的。那个人道里边也有道啊，中庸之道也有道啊。问题是我们现在是有些东西刻意的打破去交流的时候，打破你的执着，只是为了你站在中道的角度去修行嘛。就是如果做事的，你就按这个世界游戏规则去做就行。